嗨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美味烧烤机，小伙伴们，今天我们就来答案揭晓。然后呢，昨天阿姨本来说是45块钱，然后呢，爸爸说这个太贵了，砍个价。然后呢，我们以40块钱买下了这套玩具哦。小伙伴们觉得贵不贵啊？我觉得是有点贵了。现在我等不及要拆开吃烧烤啦。行，那我们打开吧。来，我们来吃烧烤，大家我待会儿做好，请大家吃一顿。好的，你真是一个烧烤美食的好客的这个小公主啊，小女生。这还有一个说明书。哦，最大的木偶，妈呀，好，我帮你拿出来吧。妈呀，来，我帮你拿。用这边拿吧。哦，1、2、3，拽出来。哎呦，好大呀！来，先把它组装起来。好嘞，宝贝们，看看我们一共获得了几样呢？一个烧烤炉，还有一个这个烤板，后边还可以做这些东西，还有一个这个叫烤管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应该是模具，可以制造面条的机子吧，做面条的机子。我这还可以做巧克力呢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3D 模具。对，这是一个 3D 模具，水果的 3D 模具。我看出来了，这里面有这个西兰花，这是蔬菜吧？对，这个是茄子。对，这什么？这应该是小章鱼。小章鱼，看一下。来，我们现在要把它组装起来吧。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做一个面条或者巧克力。我先猜我们的主题啦。这里面是彩泥跟一些厨房用具。来吧，打开。这是一个这些饭模具，还有一些厨房用品跟这些工具什么的。擀面杖、叉子，这什么？这是那个烧烤签，烧烤的签签。好多烧烤圈啊。对，还有两个小碟子。剩下的都是叉子、小刀或者那些小东西或者彩泥。我们先制作一个面条。哇，白色的，做一个面条，剩下可以省得做其他东西。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，卡在里边就坏了。现在要开始压咯。哇，要成功了。爸，我请你吃炒面啊。啊，好。我先给它摆好。爸爸，等等，我再给你做一点西兰花，先别吃。好的。别馋，嘴别馋啊。这是海鲜蔬菜面。这是我给你做这的一碗面。我看看。哇，这是一碗海鲜蔬菜面。有章鱼。有豆子，西兰花，小豆子，还有玉米。对，那你这我想吃烧烤了，老板。行，给我多烤一点好吃的。你是老板啊？哦，那你是打工的呀？啊，我打工赚钱养你。啊，你把我感动的。两个茄子成功，青椒跟大葱。爸爸，我想做一个牛排，但是呢，没有棕色。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油怎么做出没有的颜色哎？那棕色怎么做出来？棕色需要用红色跟这个绿色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看效果。你看，变成棕色了，进来奇迹的时刻来喽！你看，真的耶！小蘑菇、毛骨粒、小香菇、牛排、烤虾。爸爸吃饭啦，烧烤。好，给我拿一串。你想吃哪个？我想吃虾。烤虾。哦，烤虾，哎呀，嗷嗷嗷，吃完了。吃完了。嗯。再给我拿一串。烤章鱼。嗷嗷嗷，吃完了。这串是什么？蘑菇茄子。嗷嗷嗷。玉米是健康的。玉米啊，玉米。嗷嗷嗷，蘑菇，还有一个青椒，
青椒跟香菇蘑菇，熬熬熬，谢谢你的款待。没事呢，还有呢，爸爸，我要喂你吃牛排喽。好，谢谢。你想吃哪块？我想吃最大这一块，行吗？啊，哎，给你吃吧，给你吃。好吃，太好玩还有趣，小伙伴们觉得40块钱值不值呢？下期见，拜拜。